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各位善知识，大佛顶首楞严经今天开始讲第六卷，第六卷的开始啊，就是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那么科判是陈字下第二，观音广说二门，前面是众圣略说一门，就是24种圆通，啊，前面是略说，这里观世菩萨把他自己由耳根圆通所证的境界，所成就的利益，这利益他的功能，详细的叙述啊，所以这里叫做广说，详细说明耳根圆通的法门，有三段，啊，有文字很长，占了半卷，分为三段。第一是略叙最初修证，先简略的叙述观世音菩萨他初闻这个法门，修证的经过，那么第二广明成就功德，修为的文字很少，我们按照现在的文字。这个书本上只有7行左右，广义说明这个成就的功德，32应14无畏4不思议文字就很多了，所以叫做广明。最后说完了之后，第三是节选圆通名号，总结上文显示这个耳根圆通的名称，这是。这个耳根圆通的结文，现在我们先按照这个科判的第一段呢来做说明，就是简略的叙述最初听到耳根法门的修行修行的经过这个所证的境界，那么文字上是简单的叙述所以开头就说，儿时观世音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世尊，意念我昔无数恒河沙劫，于是有佛出现于斯，名观世音。我以彼佛发菩提心，彼佛教我从文思修入三摩地，初于文中入流妄所，所入俱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如是见增，闻所闻经，静闻不住，觉所觉空，空觉即缘，空所空灭，生灭即灭，即灭现前，忽然超越世俗世间十方圆明，或二俗身，一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依佛如来同一此力，
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念悲娘，这就是略序最初修正。而时就是前面大势至菩萨叙述他六根总合起来啊，诸摄纪念相聚而念佛，成就圆通法门。那么这个念佛圆通的法啊，大势至菩萨刚刚说完之后啊，那么接着就是观世音菩萨要详细说他们这个耳根圆通的法门。所以这个时候儿时大势至菩萨说完啊，回归本位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就出来啊。观世音菩萨即从坐起，观世音是这位菩萨的名号啊。观普通一般都看作是能观之智啊，世音是所观的啊，要悲救的众生的境界，就是所谓亲生救苦啊啊。观世音菩萨观他众生受苦的声音啊，随时去啊救他的苦难，这就是法华经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开头这个无尽意菩萨行问佛啊，观世音菩萨于何因缘名观世音啊。那么佛的答复说，若有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成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这是普门品里面的话，这是佛的解释，说众生在受苦的时候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那么菩萨观察到众生正在受苦的声音，马上就去救助他，使他离苦得乐啊。所以他的名字啊会叫做观世音。观依文字看是眼睛看，叫做观啊。这个众生念菩萨圣号的这个声音应当是要耳根去听啊，应当用耳根听。这里为什么说是观呢啊，原因是观世音菩萨这个时候啊，他已经是六根都能通用了，眼不但能看了，也能听，能听啊，乃至六根的用途他都能够敷用，已经到了六根敷用的境界。所以啊不必去分别是用眼睛看呢，还是用耳朵听，还是鼻子去嗅啊，不必分别这些，因为眼具备六根之用，全身任何一个部门都是可以具备六根之用。因此之故啊这个观世音你不要去管它究竟是用耳朵听呢，还是用眼睛看，因为六根敷用啊啊，不像我们凡夫有个案，眼只能看，耳只能听啊。菩萨他一根具备六根用，眼根就可以看，也可以听啊，乃至可以修长觉知啊。因此之故，就是观世音菩萨只要观察了众生受苦的声音，他随时啊就要去使他离苦得乐啊。所以这位菩萨以我们这个地方啊娑婆世界啊，尤其中国的一般众生特别有缘，所以在这个感应的记载方面呢，也是观世菩萨的感应最多啊。所以他是寻声救苦的菩萨，
不必解释了，大家都耳熟能详啊。观世菩萨他是在果行因的菩萨，跟还没有成佛之前的等觉以下的菩萨不一样，因为还没有成佛的菩萨就是等觉也正在修因，还不是到了究竟果地。而观世菩萨他已经成佛了，过去正法明如来啊，那么现前观世菩萨现在为了要度化众生，现菩萨的身份来做度众生的方便，所以呀他现菩萨身啊，是代果行因啊，把慈航回头过来做度化众生事业啊，也就是说他的自力功德福慧究竟圆满，现在他的工作是专做救助众生的事业，不必再自修，因为自修功德圆满，所以他这个菩萨跟普通一般还没有成佛之前的等觉以下的菩萨是不一样的啊。那么等觉以下的菩萨只有正在修因，还没有证果，观世音菩萨他已经就见成佛，果地圆满，为了度众生的方便，以大悲心啊，示现菩萨的身份啊，来做度化众生的方便啊。在这个时候，佛在讲楞严法门的时候，观世音菩萨听到前面24位圣者，无论是菩萨、大阿罗汉，各说他自证的法门，说完之后，最后大势至菩萨说完这个六根都摄的法门，念佛圆通啊。那么这个时候他要说他自己耳根圆通，所以随时从他的座位起来，即从坐起，从他的座位起来啊，顶礼佛足而白佛言，虽然他已经成佛了，现在现的是菩萨的身份，所以在释迦牟尼佛之前，释迦牟尼佛是主，他是帮助佛教化的一位菩萨，所谓一佛出世啊，千佛扶持啊。世间上有一位菩萨修行成佛了，那么十方诸佛天佛同时都来扶持这一尊刚成佛的佛，所以菩萨有许多是诸佛现身的。现在观世音菩萨他是成佛以后现菩萨身来做弘化事业，所以他对佛一样的在世间法礼貌上也一样的要向释迦牟尼佛顶礼，顶礼佛祖顶礼到佛的祖下就是接足礼拜了以后，然后在释迦牟尼佛的座前禀白了下面的话，而白佛言引号以下就是观世音菩萨说的话了，世尊意念我系无数恒菩萨界，一世有佛出现一世，名观世音。世尊是观世音菩萨对释迦牟尼佛的尊称啦，释迦牟尼佛为世出世间最为尊贵，称为世尊。意念是观世音菩萨自己回想，我回想起久远之前，我最初所亲近的一尊佛，他的名字就叫做观世音。时间多久啊？无数恒河沙劫，太久太久了，印度的恒河，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候，说法的地方多数在恒河流域一带，所以恒河为印度人普遍知道的一个福河，有福德的河啊。那么这个河里面沙子很多啊，又很细，一粒沙算作一个世界的成住坏空的大街，那么把恒河的沙子算进那么多的大街之田，不是一个恒河两个恒河，而且是无数，
五树横河沙之前，你想多久啊？没有办法去计算了，不晓得有多久了。因为他已经成佛，现在是啊回头啊慈航回过来做度化众生事业，所以他已经是在久远久远成点界前就已经发心修这个耳根圆通法门。我就是观世音菩萨自身了。我回想起我在无数恒河沙劫之前，那个时候有一尊佛出现世间，这尊佛的名号就叫做观世音啊。后边等到他的这个圆通法门说完之后，观世音佛就跟他授句，你修耳根圆通成就啊，你就叫做观世音吧啊。观世音佛授记观世音菩萨啊，佛菩萨他不会计较这个名字同不同，字同不同啊，他不会有什么啊分别。我们凡情很奇怪了，很讲究这些啊，因为如果是啊这个一个家庭里面啊，儿子绝对不可以跟父亲同样的名号啊，更不可以跟祖父曾祖父的名字相同啊。如果这样子重叠了，在世间法上认为这样不恭敬，不尊重前辈，所以后辈取名字啊必定要知道前辈的人的名字。我在平常时啊，有些在家居士他生了小孩要我帮他取名字，我第一个就要先问他他的父亲的名字，他的祖父的名字，他上辈人的名字，家里的差不多他家里的名字都要知道，然后才能取名。为什么？如果不知道的话，取个名字如果跟他的祖父相同了，那会闹笑话哦，那祖父变孙子啊啊，不能这样做。所以必定要啊知道他的家人的名啊，才不会重叠啊。那么世间法如此，出家人也讲究的啊，所以中国佛教出家人也有他的自备自派啊。那么这个自派都要按照次第来，每一个字不一样，所以徒弟的名字不可能跟师父相同。这种情况大概总是宋朝以后啊，唐朝以前还不计较。有许多啊不但是师徒同辈啊，相同的名字很多啊，就是最起码有一个字相同，这种情况很普遍，大家不会有什么问题，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啊。那么到了后来，我们后辈的人呢，尊重前辈，尊重祖师，所以后人尽量不要重叠祖师的名字来用，免得自己觉得啊好像啊对祖师不敬啊，不会有这种情况。如果各位看过屈原老和尚的年谱法会，您可以知道屈原老和尚他出家的时候，他的剃度师给他取的名字叫做德听，道德的德，听见的听，他叫做德听啊。过了一段时间呢，他在书本上发现了寒山大师的名字叫做德听，他就改了。哎，我怎么可以用德清呢？德清是一位祖师的名字，明朝万历年间啊，寒山大师的名字就叫做德清，因此他才改作叫做屈原呐。啊，屈原是后来的别称别号，而他说原来的名字就是德清。那么他不愿意用德清，为什么？因为这是寒山大师的名字，
如果被人这样喊起来啊，他会觉得不好过啊，对祖师不敬，因此他不敢用者清。现代人啊很普遍啊，他根本不讲究这些啦。我在佛教杂志上看到有人也叫做智虚的，智虚，智虚是藕益大师的名字，他也要想要当藕益大师了啊、哦、这也不好。有人叫做法藏，法藏大师是玄首国师的名字的，唐朝玄首国师的名字。后人呢、啊、很少用法藏，为什么？因为玄首国师大家都知道，而他的名字叫做法藏，那么如果用法藏的话就重叠了玄首国师的名字啊，被人这样叫起来啊，自己会觉得对祖师不敬，不敢用。现代人不是啊，根本不讲究这些，现代的新兴人类啊，哦，他简直是平等到跟佛同名了，啊，那这个没有办法再讲啊，这些话少讲为妙，讲了还要得罪人啊，因为我都是批评到人家的名字了。护持中华护身协会，邮政划拨，户名中华护身协会，划拨账号42138483，42138483，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195679，012001195679，护持护生放生超度阴生未生胎儿。大家好，我是詹佩君。大部分的 COVID-19 感染者症状轻微，休养后可自行康复。居家照护期间，请多喝水，充分休息，并留意自身症状变化。若出现发烧或其他轻微症状，可以使用退烧药或预先准备的药品减缓不适。如果出现警示症状，请立即联系119或依卫生局指示，以防疫车队、同住亲友接送或自行前往就医。若有医疗咨询需求，可以参考健保署的视讯诊疗资讯，或透过居家照护医疗团队取得协助。保护彼此，疫苗打三剂，一起做防疫。
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昨天，喂喂喂，喂，昨天已经跟诸位讲解了大印五支的前两个教法，把本尊的禅修谈完了。在这边稍微谈一下本尊禅修当中的要点，我们需要把握住一个要点也就够了。这个要点是什么呢？就是修习本尊法的目的是为了要让我们能够从贪欲当中解脱出来，从贪欲跟执着当中解脱，这就是它唯一的要义。怎么说呢？当我们在谈到贪欲的时候，可以从两个面向来讲，一个是贪着自我，另外一个是贪着万法。我们所谓的贪着自我，指的就是对于自我的这种执着心，也就是我执，认为有一个我在那边。透过禅修本尊，逐渐逐渐我们会发现，原来本尊的心跟我的心是一样的。本尊就是我的本，真正的本尊就是我的心的本性，他的自信就是慈悲喜舍四无量心。本尊的心就是利他的心，离开了利他的心根本没有本尊可言。照这样子的方法去禅修，你的禅修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利益其他众生，透过禅修本尊能够利他，而最终使自己见到心的实相。